八块腹肌。一块一个名字，一块一个名字，真有你的。努力，持之以恒，刻苦，三分练，七分吃，完美。众所周知，由龚俊和张哲瀚合作主演的《山河令》在播出之后可谓是深得观众们的喜爱。作为男主角之一的龚俊，因为出演了这部作品之后，也同样是获得了不少观众们的喜爱。看到他现在不仅是热度非常高，就连人气也都疯狂暴涨。看到龚俊现在的发展可谓是越来越好了，毕竟在如今可是龚俊事业当红的时候，自然也会吸引不少观众们的关注。日前龚俊的采访时，给每块腹肌都取了个名字，努力，持之以恒，刻苦，三分练，七分吃，完美，哈哈。龚俊每块腹肌都有名字，太可爱了。不过这身材简直是绝了，想必平日里龚俊也没少锻炼吧，不然的话这身材怎么可能会这么好，尤其是这六块腹肌简直是不要太明显，这也太令人羡慕了。